孩，男孩，向大明，向大明，你给我开门！肺活量都被你抽得精光了，危险的果断，谁想好了肺活量好得很。保证你准时到考场。你不要动手，把你打伤了老子不服。你这也太慢了，再快点。你说干什么都行，是吧？你放前腿，你放后腿。他这种情况根本跑不了。不就需要个陪跑的吗？我陪他跑。哦，不行不行，从今。Oh!